就很漂亮、而且女生就是也很会打扮，就不像台湾就是大家都穿差不多，有没有？因为台湾就是流行大可是他们你看他们颜色也都很暗啊，可是就很有他们很会配衣服，对。而且我那台湾人男生很帅耶。尤其是台湾男生吧，也不算是帅耶。有，我看到好多帅哥哎，在路上。我觉得是有型，不算是帅。他们不好看也会打扮。对啊，所以我说是有型，不代表说是帅啊，帅是本事。可是我看到很多帅的啊。但是他们会打扮吧？上酷有有啦有啦，有帅的啦，有帅就是比台湾多。刚刚那个你不觉得就很帅？可是台湾的男生自己打扮就会吗？那个是外国人吗？就是今天我们下午。是一个我觉得今天在保安公司里面的那个男生工作，就是那个在保安公司里面工作的男生都还蛮会打扮的。对啊，其实我觉得一下飞机看到两个地勤就很好看。可是，在路上看到也都很帅啊。对啊，而且刚刚那个你不觉得也很帅吗？哪一个？有那个啊，他是要那个。哦，有有有。对啊，我觉得那个吗？你不觉得？我觉得香港男生比日本男生会打扮，男生会打扮，因为我觉得日本男生打扮 over 过，因为很难看。修眉毛，我就觉得很好。哎，你要不要带你的腰带？我不想参加你那三姑六婆讨论会。你要发表你的意见，那是什么？香港的。你要发表你的意见。意见吗？身为男生的眼光，你有没有觉得你回去要改变？哎，你明天要跟香港男人看齐，真的要买大衣。我觉得我穿这样很好啊，干嘛？哎，他们超有型，好不好？然后。肩膀好宽哦，很棒，真的，好帅哦。对啊，我觉得好多都好帅。你们是要交个香港男朋友算了吗？我觉得不算是帅，算是有型，因为还是很也是还是很丑，就是啊。好，不要讲了。就是很丑，没有好到这边来的，潮。好像是啊，就是什么香港潮牌啊，潮店那种，果然很有这种味道。可是他们的草又不是那种草，你知道？就是日本是长草草吗？潮牌上草的，就有自己的那个风格，所以每个都是超会穿衣服的啊。你们很吵啊，你在很吵。你很吵啦！我要讲多少话？你们知道要讲多大声啊？我回去看影片，吵跟什么？好可怕，好可怕！我觉得跟陈同学出来超可怕。哎，你们跟他一起睡，小心晚上被他偷拍哦。盖着那些 Kiki 啦，哦，你盖着头就好了。他想怎样？他就看不到，他就把它掀开啊。掀开，他很素颜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还在玩枕头睡觉？哎，我们昨天还是戴口罩。他这样拉起来，他哈哈哈哈哈！戴口罩睡，他让你睡觉都给你拉起来。不行，我戴口罩这样戴。要不然你回去硬盯看他会不会比你早睡啊？简单嘛，先把那个电池藏起来就好啦。来重整一下，来，第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？在机场时候，有人迟到，然后他今天超早去那个登机的，对，超早的，我们几点到？然后到的时候他说他没有，我们不到六点就到了。他几点来？他六点十分，也还好啊，这叫好早哦。那请问他一大早穿着是什么？要去泰国，很低，然后是那个那个什么露子。继续好不好？耶！真的好坏！掉害笑你干嘛？
哪里坏？要不要继续？快点！哎、欸，我看你还有几个。搞乱，拉等下坏掉。哎、欸，干嘛没戴帽子？一个人进来。对啊。素颜。他瞬间素颜。是啊，叫素颜跟素颜没什么两样。好啦，继续讲，继续讲。陈同学没戴帽子，没素颜。陈同学没戴帽子。好啦，我们继续讲啦。他是裸体的。五公分。哪有这么夸张？杨丽会穿着五公分的高跟鞋要抱迪士尼哦，对，跟公主约会，她去抱那个高飞狗啊、米老鼠啊什么什么的。她以为穿这样米老鼠就会爱上，不，她还是爱米。她以为穿这双就可以拿去跟灰姑娘比。哎，到时候你灰姑娘啊，她的鞋还会掉在那个雪地上。可是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会戴高跟鞋？我觉得有一天应该会。没有走那么多吧？那你是你我们在安排给你行程的。我记得我们一直都说会走很多路，会走很多路，会走很多路。所以都是说一定要穿舒服的鞋子啊，真的好舒服啊！怎么怎样、啊？你们有气垫？好，继续。然后呢？今天要出国嘛，对不对？结果昨天晚上呢，我竟然听到有人跟我说：“哎、欸，杨丽慧竟然没有换钱呢、欸，在这边花台币吗？”你好歹换个美金吧。啊，那上飞机以后应该没有发生事情吧？没有啊，很正常。真的吗？坐你们旁边是正常。哎，是桑尼跟我。你们他在旁边有没有些不正常的事？超正常的啊，就是因为他说话说很少，所以没有。嗯，好，那来到这边以后呢？也还好啊，本来就没有被你们放大而已、啊。高跟鞋事件。好，那。你看，就这样而已。没有，我觉得不行。我记得他好像还有什么事，就是一直搞不清楚什么什么什么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呢，我们在搭电梯的时候呢，然后我们就说，哎、欸，等一下那个房，那是房间吗？还是什么的？什么？我忘记了，我想一下。反正说什么房间？不是，我忘记是他进来的时候，我就是。哦，所以我们要三个人怎么分？对，就三个人怎么？哎、欸，三个人怎么分？我们好像之前是讲过。他这件事，哎，好像就是讲这个，就是这样说，有没有啊？就是我们进来，就是我们就在讲说，我说这两件事就被你们，你要安静，我讲，就是我们进来讲说，哎、欸，我们要说六个人要怎么分房间，然后他就讲很有道理，然后我们就说三三分啊，然后我们进来以后，他就说，哎、欸，我们方，我们应该是被那个。是吧？之后我们就说我们三三个分，然后结果杨丽就说：“哎、欸那個，那我们等那个晚上那个睡觉怎么分啊？”就叮当啊，他重复再问一次问题，真的是，他还重复人家问题。但是我们已经刚讲完事情，他马上再问一次，对。然后我们后来又再重复他一次那个什么学生证事件、啊，我们的那个另外那个他把那个学生证放在水果里面的事情，我们重复再讲一次吗？没心梗是不是？好、哦，没有，我们事情到现在为止，他已经看一天多少事情。你要不要辩解一下？辩解一下。其实从早上开始，你为什么迟到？其实只有三个梗而已，只不过那你先解释你为什么今天迟到。因为我妈叫我起床啊，然后就开过来，然后就迟到。就是你还怪你妈开过来迟到？好，那第二个，你为什么没有换钱？哦，因为他们家附近没有银行。因为我想说，因为他想说我们家有的是钱啊。没有，我想说到这里换就好啦。他以为只有机场有银行。Oh. 对。那你为什么要穿短袖去泰国？好啦，这个，我这、就是、这个我无法避免。而且我记得我们都一直跟你说会很冷哎、欸。对啊。我跟你说要去准备台北的衣服。我昨天我觉得很暖吗、啊？台北很暖和、啊。那你明天穿无袖出去？那高跟鞋的事情，高跟鞋好了，高跟鞋我无法辩解，是沙包的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今天的那个杨丽慧爆料今天的事情呢，就这五件了。我们看看明天会增长的事情，敬请期待明天。我明天可能 double， 我明天什么？